真的是。那其实这个地方呢，就是高铁公司在现在的导览吧，我们记得要开始多好来。没有啦，在2020年10月中呢，他现在欢迎大家在这边就好，赶快接上，然后新干线，是高铁看守馆馆长吴一翰，嘿，家长，所以说那个等一下，后来就由我带大家再逛一下，好不好？啊，那请再跟我来。好，那我一般的民众啦。或者以后他自由参观的话，他们好可以在这边好做一个拍照。好，等下第二摄影点。如果到拍完的话，要请再跟我走哈，谢谢。好，可以了吗 ？OK 的话就。好，那我在这边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除了刚才我们这个灵气的大的灵气的符号之外，哈，那我们这边点的一个设计，那这个设计我们的。它这个植栽哈，都是采取我们这个整个的，算是我们的哦台湾的本土的一个植栽哈，去做这个扇形车库的一个哈空间意象哈，来作为我们台湾高铁哈跟这个灵系哈第一个我们台湾高铁这个列车展示的一个空间场域的一个哈设计。好，那好，那因为车厢的空间很局促，所以各位请不要吵架。好，那这个漆因为它可以完全干净，各位稍微回避一下，谢谢。进来之前，我们必须哈这个后续的这个系统整个做一个整体的检查，所以说要做一个所谓的线界的净空的检查，所以说我们就引进了这个哈跟我们700T size 完全一样的一个灵系列车。那灵系列车是全世界第一种高铁嘛，所以说它是在2004年的时候送来台湾的。好，送来台湾之后呢，它就是说把原来这个列车好送来台湾之前，就把本来的客运的列车呢，好拆除好部分大部分的座位，然后装上这个量测的这个好仪器。那量测仪器的话，在中段在这边有超音波跟探针的部分，然后等一下我们之后后面还有尾端的部分。它为什么叫花魁车？等一下我在后面尾端。它基本上在中段的那个超音波跟探针的部分，它如果说它在列车在以后后面有火车头推送的状况，如果有撞到，或者是说它用超音波去做的，它这边的话就是中段跟尾端，它这边每个探针跟监视器它的灯会亮，然后这边呢做一些相关的尺寸啊，这个电脑它操作的时候它有一些相关的尺寸啊的一个显示。那如果说它这边会发出这个好红灯，会有 alarm， 就是它会有一个警告声的话，它这边有一个工程人员就会去做一个监测，然后发现说啊我有撞到东西，然后这边有发出警讯啊，那就做记录，它是在什么路线什么地方啊，所以说啊这个是一个监视的主机。那我们到这边来的话哈，就是说如果说它这边的话，这超音波的这个探头啊，这边就是超音波探头，但是外面有探针的部分啊，那如果说它这边就是说在监视组间发生 alarm 或者这些相关的警讯的时候呢，它这个工程人员怎么样？就是说因为我们本来的高铁因为风压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的窗户是一定都是密封型的，那但是你要做检查的话就必须要让这个人能够探头出去看嘛，所以说呢我们就把左右两个窗户把它铝门窗把它做一个改造，就把原来窗户把它打掉之后，然后变成这一般的铝门窗，可以让人开窗探头出去看，但是你只能看两边啊，那万一它的讯号是来自上面怎么办？所以说各位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就必须改造车厢，把它变成一个上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测瞭望台，做一个台梯子，所以说它会有一位工程人员
它会好爬上去坐在上面的哈，然后在上面，因为这个好会撞到棱角很危险，所以是说给大家看一下就好啊。所以说这上面就是有一个这个好观景窗可以上去看，好这样子。好，那等一下呢，好，我会在这边跟大家介绍那个驾驶舱，因为驾驶舱它不像我们700T 呀、啊。等一下说各位媒体朋友，如果等一下进去看的话，那个700，我们700T 的驾驶舱哈，就是当然你进去哈是个平面的，可是等一下如果说各位媒体朋友哈，这个大家可以让分别进去，因为它的空间非常的局促。那我像我那种胖哦，可能我一进去就会把它塞住啦，你们拍照就好不好拍啦，好不好拍。所以说等一下各位可以从那边进去稍微看一下，我给大家一些时间这样子哈。那基本上它的驾驶舱可以看，它就是说非常的，它有个高阶，有个高台哈，这个整个的一个踏阶非常的高哈，那它跟我们的整个哈现在的700T驾驶舱有非常大的不同点哈。那各位媒体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这样稍微自由参观。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这边问我哈。啊，给大家一点时间，等一下我们再从后面哈，从前门出去，我们再往后面看，跟大家介绍啊，解释什么叫做花魁车啊，为什么它叫花魁车？我要到后面的时候才能好先卖个关子，再跟大家做介绍的。好，那个如果驾驶舱有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看哈。好，那这个高台其实很危险的哈，就是说如果说有穿有跟鞋，我就不建议了。好，对，那这种700T是差很多的，700T 是比较紧。好，那我们那个驾驶舱哈，这个可能要请大家稍微互相礼让一下哈。啊，如果我拍完的话，我会在前门的外面等大家了哈，请各位
我去加你，我脸书我去加你。啊，真的？我去找你，好，我再问你。对，那个我再找你，我再给你我的LINE账号。